一个。好像可以哦，还是带回家，带回家。我们讲到你要什么，我们就是要把它翻过程放进去。我刚刚老哥受伤了，不是我。就结束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等下有电话来了，你等我一下听啊。好，喂。喂 ，Hello， 老板啊。这是你妈咪了，眼神。